来，这鲍鱼，这退冰，我们白醋做只。好。 还是椒麻鸡，这外口一包，就爱二啊个啊，两包爱五百，来两个人客买，还要吃椒麻鸡来开两百多啊，两百两百两百，啊一个，还要一包过你，一包过你，我个送你一包，来平价两百还两百多，两百两百咯，还两百个就一个好啊。 好啊，给我的新产品咯。来，这鱿鱼圈。 来，要吃香酥鱿鱼圈，我们三百，我们二哥来两百多啊，两百，两百。好，一个来两个呀。我一包过你，一包过你。来，我一包过上你，来两百多啊，两个呀。两个。这种煎的多只啊，来小姐。好的。来四包而已，来两百多啊。终于出手了，终于出手了。来两百弄啊。 来这鸡鸡，够人要吃啊！外口用的少一包百个，两包三百。来两个人客买倒啊！来要吃鸡鸡，唔要三百，唔要二啊个，来两百倒，两百，两百。我搁送你一包，来两百就一个人客，两百，两百。一包搁送你，一包搁送你。来一个人客，就一个人客，两百倒，两百，两百。 来，这港式凤爪，这赶快用个小做只。到人要吃港式凤爪，来，唔免三包，唔免二啊，来两百多啊，两百，港式凤爪，两百，一包过你，一包过你，来两百多啊，两百。好的。 来，两百个就做下只好不好？两百，这红烧做下两百，两百。我唔见晒啊！好嘅，好嘅。OK， 几多啊？阿金哥，有啊。咁冇地方。
哎呀，无够用哦！看这个，那我拿个包包去，夹一寡菜在我后边。今仔是啊，对手伤强啊，是啊，伤强啊。安尼哦，搁有对手的问题就对啊。好啊，我来排解啊，好无？我来排解。来，迄个啊，即个大家好吼，哎，大家安安吼。啊，迄个因为中原普渡的关系，阮家己休会吼，家己休会休五天吼，所以即几天吼，拢无鱼啊嘛，无蛤嘛。哦，阮的鱼货拢为家己鱼货去，所以即几工拢无咸咸啊鱼啊拢无。哦，唔是我唔甘啊，唔甘叫来撩恁，迄拢唔是。哦，阮家己鱼货许五工，中原普渡迄拢问袂着，伫咧北港路遐。哦，来啊，迄种个丸仔我先甲卖掉。这飞机员300，免几啊五，免这一半拢惊我哦。想要食的人计两个平钱啊，无找钱啊，先给钱的先呀。25块上面食一瓶，一个25无找，25块来包过。啊，你就卖伊啊，那有啥物困难？这个有啥物困难？25无找，25块，啊，你就卖伊啊，这个有啥物困难？这送个单，用看嘞，你敢看嘞，好无？啊，有啥问题，拄着困难我讲，好无？好，来，迄个阿成，你听我讲吼，啊，我甲你介，我来介绍一下嘞吼，来。我来看一下吼，我来看一下。来，阿杰先来，迄个上新的产品起个，安啦？上新的产品，咱唔捌卖过的产品，敢知啥物？嘿，对。哦，要求够胖个，够胖，比较重个哦，重。冇紧冇紧，没事吼，人无安怎上上个，像你拢没有关系吼，来。现在用这最新产品要来恁啦吼，因为响应着讲吼，中秋节要到啊，啊，这不是讲中秋节会当食，一普通时就当食啦吼，这不是啥物讲吼高级甲讲爱，互你节日才会当食的，啊，普通时啊，人人拢会当食吼，啊，这中秋节拄啊下用啊，我进有够侪，规间仓库拢是啊，啊，这有够重的吼，来，麻烦全部摕互咱家看。这水的吼，这水的，我叫这啊，拢较好的物件，咱就拢去看。这几公斤的？两公斤的哦，是无？两公斤的无少哦。对，咱去看。红梅呢？好大颗哦，这么大一颗。想要吃的手夹去。想要食红梅手夹起，到了要食红梅，一个人客，两个人客吼来。我看看卖啦，啊，恁无要食，那讲要叫恁夹手，就是讲你若讲全部人拢无要食，后摆偌好食，面顶偌少拢无，就恁无兴趣。啊，我介绍恁无，啊，有人要食我介绍，啊，无买无要紧啊。这一包两公斤，哦，两公斤，来，摕走，摕一个摊去，摕走好，再摕走好，来。我看看嘛，无买拢没有关系吼。我看看嘛，咱家己饲啊，应该是超过5斤的钓虾一场吼。钓虾一场，你若甲点铺一方嘞，伊若讲无哦，迄斤应该嘛免贵啊啦吼，逐斤拢有。啊伊安怎煮？啊，全家己饲，帮外环饲，差不多拢安尼啦。用一个灰啊嘛，用咧吹风机伫遐吹嘛，吼，铺一方嘞嘛，即大家通人知，一份差不多呢。吼，家己饲，凊彩去问问，300几条，即拢免好笑吼，即拢问个对袂？来，听我讲话就好啊。爱食香梨，你当个退冰吼，直接要切要炒也好啦吼，摕起当然也是要做好吃香梨，拢欢喜落啊。你要啊煮拢欢喜落啊，吼，也是讲水滚沙沙的，吼，你讲迄个起当然起来温五味吼，花沙味全部拢会重吼。来，这一份安尼外口才35啦吼，来，我招只一个、两个、三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、九个人家先摕钱先赢，开200上面就系200块了，200块上面行个200块，200就好啊，再买200，你免来欢喜啊。来，再搁送你，再搁送你，等下者，再搁来，来，再搁来，啊，最近啥啥，你话要喊要啥，全部拢会动啊！来，200个要吃200块，200块了，200了，来啦，好啦，啊，无恁今仔第一工了，互恁搁较俗来，加吃寡，平日恁当大大吃。我来讲哦，我所谓叫较好诶，即个产地有关系，吼，即个产地有关系。我叫即个是拢有草诶，吼，你若叫一寡较俗诶物件，迄个是内底拢加一寡草，咱即拢保证卖。金龙虾六个人客落啊，200块上面是几个？一个。一个哦，一个无我搁俗一寡互你套啊，无我唔敢安尼卖。啊，我来讲今仔一摊互恁诶，吼，即个人是安尼卖啊，吼，诶，无人买我加一寡互恁食无要紧吼。啊，四个。
才好啊，啊，搁最后一个上来，好无啊？来，慢去收啊。我是两个咧边落边紧好啊，吼，来。你若是钓虾场哦，只七八你都食袂着，七八你都食无遮济啊！我敢大只甲你讲个哦，我莫搁起来，我是安尼尔吼，这毋是卖两百个，这毋是卖两百个。来，看咧，就是我红鞋带老板尻川，来我来讲，听我讲话就好，我来画，我来画吼，来。哎呀，谢谢个，谢谢。五百。来，好，谢谢。你们要吃三无要紧哦，爱你们吃阿俗，恁绝对不是问题吼，便宜给你们绝对不是问题啦吼。阿要吃啥，你跟我讲一下咧吼。来，这细碟雪鱼，这叫扁雪，人咧讲个大比目鱼吼，扁雪就是这吼。这鱼啊吧，四级上的入口即话，唔是伫我只买安尼，你专菜只啊买鱼啊，这个鱼啊扁雪拢鱼啊吧同款流。这菜只一斤拢三百几条来，想要吃扁雪的人家，唔免招五百，卖八百，来三百上面吃煎到赤色，鱼啊吧油，鱼啊吧甜，三百上面来三百块，三百上面吃来三百块了。来沙巴上面来三百块，沙巴红红。来沙巴，刚过两杯酒，三百块。一个人在买啊，哦，一个啊。泉州人讲，可能无人要食鳝鱼，哪有可能？你袂爱食鳝鱼吗？二四六七。这规条拢八呢，我这都用煎的就好啊，吼，来。来，啊，恁若要食啥物，拢一定要甲我讲哦，二四六八九，来。沙发上给钱的对姐才天然的，谢谢大哥讲，谢谢。啊，这这老伯你